啊，等下啦，我无叫你去，等下啦，你来看清楚。来，谢谢，安尼。最后一个沙发，好啊，还佫一个无。啊，是，你家计七八三张，紧嘞，七八三张，我甲帮忙一下。400的3张下伫遮落好啊，一个下一个。谢谢，你甲分过钱，我收单。有啊，吼，我来倒走。来，摕钱哦。来，好来，好，你先甲分落，先分落，无紧，我会甲等你吼。来，我会等你。来。后来拢摕过，拢好啊，七八七八拢会食，无摕过了啊，摕互伊了啊，安尼摕互伊。哪给他就了，挂台啊，摕互人好啊，哎，安尼摕互伊了啊，结束啊。好，来好，啊，迄个，过来要食啥？咸猪肉，敢要我买一个咸猪肉袂变呢？哎，你敢要买只咸猪肉？我。500、400拢买啦，来300，敢要买一个咸猪肉？煎的啊，烘的啊，炒的啊，拢会当。哦，300有人要来无？我这条搁送你好不好？先给钱的这条搁你。来300块有人，敢有人要食咸猪肉？300块了。谢谢，来阿伯，请咱阿收起来吼。来，迄、那个来阿叔，我来讲吼。来，迄、那个来饲个，敢有啥物我无卖无？无迄片面吼，迄片。阿伯，你先摕一只鸡腿过来，啊，鸡腿过来。哎，这个摕起来了，无紧，摕起来了，我卖了吼。来，来阿姐、来。我甲恁这人家恳求一下啦吼，如果是老客户啦吼，你甲你良心的话讲出来，好食你讲好食，歹食你讲歹食。之前敢有人家捌甲我买过一包美式鸡柳条，都还好食无？这人家买就着来啊吼，我袂甲恁骗，这煎起来煎起来就是生的吼，100%原肉。这当然你要煎要煎，你欢喜就好啊吼。来，我来讲，这餐厅一份煎起来一定要200，这两包煎起来一定要500。好，啊你若毋捌买过，人家你甲试看有好食无？好不好？来。咱袂甲，我做生意袂甲骗啦，你食看嘛。咱若食无好食，过来甲你介绍，我感觉安尼我嘛唔对。我一定是食好食来甲你介绍啊。金龙3、4、5、6个人客，这两包总计500，你剩起来300了，收钱300。这包搁送你300，这包搁来300，这包搁你，这包搁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给钱，我来讲，春节我不爱卖啊，再搁送你啦。豆豆食300块，最后一个无啊啦，300块了啊，一包卖你银角啊尔，左边搁一个字的无啊，结束啊，来。我知影无啊，你是咪三个？你用走了来，先先装了，钱敢对？好，谢谢啊。谢谢。来，谢谢啊，分了拢分钱出来的，快结束吧。来，无啊无啊，来。好，我知你也是这600，这个加100，3、4、5、6、7，来，来几个落去。阿叔，无你来好啊，150尔。无啊，阿姐无啊，150落啊。人开300，你加150落啊，因为无啊啦。好，来啊，过来要搁食啥？搁有要食啥物的无？箱仔甲摕起来，包你了吗？抓箱仔，好，尽量加啊大个，加要收细个，莫摕起啊。收细个，我看你摕起足歹人，人足歹做的。这个敢会收细个？来，你先对一下，你有需要啥物要换箱仔，我会当甲你服务啊。来，迄、那个，过来，你要食啥？还有酥炸鸡脚。虾啊，对啊，酥炸鸡脚我随来卖吼。来，你甲迄个套丢给我，尊重的套丢，豆豆客无要紧，豆豆客吼。来，这箱我先卖好不好？来，过来我先卖，无啦，迄是下加迄两箱鸡胸一箱加。来，来，唔免啦，这唔免。六个人家甲我买就好啊。这叫日式虾卷，伊叫虾仔卷，吼虾卷，一个人加20条，我唔免互你开300二啊，一瓶3个拢无啊，100了，100块了，虾卷20条，100块了啊，来100，有人要食虾仔卷的无？100块虾卷，两个，来100，好的，100块还有要吃吗？2个，100了好啊，我这2个，最后2个100块有人要吃吗？这一箱120条，吼，一人加20条，搁2个人加100，有要吃的无？来，甲20条包做一包，爱挂手套吼。来，来，迄、那个来，啊，搁来买个啥物？牛柳起来，我买一个牛柳，我买个。哦，来，啊，搁来，等下换预炸虾球哦，帅哥，你买预炸虾球，我有听到啊吼。来，对对对对对，来，啊，铁路排骨嘛来好啊，做一个面。啊，你若要食鲑鱼鳕鱼，遐甲我讲一下，鲑鱼鳕鱼我袂主动摕起来，鲑鱼鳕鱼爱恁点我会摕起来吼。来，有人要食这无？这叫铁板牛柳，帅哥，我叫一个过无？嘉义，你先过甲人家搬，你先切十块，好啊，大哥你下楼啊，下楼啊，切十块进来，直接。我叫伊甲服务楼啊，好啊，美女你下楼啊，伊陪你服务楼啊，谢谢啊，美女，你下楼啊，伊带甲服务。这叫铁板牛柳，这牛肉，伊的肉一条一条，我甲你生过，足香的，啊，你等下甲炒出来楼啊，炒蒜头，炒葱啊，炒辣椒。这一包鸡啊，我2包就500哦，来，这一包鸡啊，我2包500，啊，我免让你开500，开400，你想要吃的300，上面吃的铁板牛柳，300块要吃无？300块。铁板牛柳这牛肉啊，足嫩的哦，300了，啊，再搁送你300好不好？再搁请你300好不好？再搁你300好不好？再搁来300好不好？安尼你买对买，先给钱的人家，来，再搁送你好不好？再搁给你好不好？来。
一箱尔。等下等下，我还讲春节无，我搁招一个人客啊，才搁送你啊，300块给当个差，来300楼啊，袋子给我，来300块楼啊，来300个要吃无？300块铁板牛柳，头前一个300块楼啊，来300楼，来安尼两个啊，来300块，最后一个300好不好？来你也走一下哦，来谢谢哈，最后一个300有人要吃无？拢有啊吗？来，你唔好买票，无你试食看卖好无？200有人要食看卖无？200块，没有买过的客人，你试看看200块就好啊。来，我说你包落把钱落去讲吼，你要留拢伫啊，吼，但唔免阁用遐买过就好啊，唔免阁用遐买过，免遐车顶，免遐车顶，嘿，买过就好啊，豆豆也钱去吼来。啊，有人要食铁路排骨无？这真正就好食，唔免300，唔免200块，来200就好啊，200块，铁路排骨200块就好啊，来200就好。来铁路排骨吼，来，这一块200，两块200，三块、四块、五块、六块，来七块200了。一块、两块，最后一个啥物也无啊？五块、六块、七块，来头前一个紧的，来，200个有啥物来无？最后一个200块好无？200。好，头前好者。来，金龙、三四五，来六七，来200了。哎，最后一个100有无啊？最后一个100，唔免，无吧？最后这个100，敢有要吃？100有，别在车顶。100有人要来无？150刚好要吃啊！来，头前个美女要来吼。卢一清哦。卢一清哦，好，我等下时间要等我一下哈。来，是你迄个英语哦，或者英语个上位啊，无叫加音上来用好个。来，来，啊，迄个宿醉喜酒人坐要来。来啊，宿醉喜酒我先卖啦，宿醉喜酒我卖到春节尔，这免阁介绍吼。来，停下车顶个。我拢教，迄冬阴干挂保证拢规只，迄个预炸虾球，规只虾落去做诶啦，整只都虾啦。即人，迄个海产厂咧做凤梨虾球，一分外钟200落啊，即一包3分7.5，唔免7.5，200落，来200块落啊，200块落，200块落，还佫一个啊，是诶，200块落啊，200块，来落去吧，包过落啊，200落，来200块要食预炸虾球无？200块，谢谢吼，感谢你，来，帅哥你唔是要，你不要。哦，酥炸鸡血，我拍血拍血拍血，我听不见。啊，这些嘞虾球200有要吃无？拢有啊、哦，谢谢，感谢大家，我再下你吃了好不好？来，酥炸虾球，你有买过吗？鸡球没有买过、哦，来。这箱我揢起来吼，我揢去你的面前，互你看清清楚楚。啊，我心中甲恁介绍，啊，我先卖我介绍，你有兴趣我话。啊，若无我这种摸起来收起来了啊，卖浪费时间。吼、哦，因为爱恁想要吃啦吼，来这。叫人家看，这叫船钓的套丢，船钓的吼，来，船钓的套丢，恁看卖者，这一包拢半斤，这拢当会搞水滚沙沙的，好啊，就这么简单吼，船钓套粗，我会当甲恁讲，真正足贵的，无好笑的吼，恁去外口问看卖就好啊。来，够有人想要吃的无？这当会沙沙的，有人想吃的吗？一个哦，两个，你牙手无买无紧，我咪讲牙手你来买哦，吼，来，海山大沙一半几啊？我这一包半斤沙两半，安尼知无？这包沙价就500，吼，无好笑，这船钓的，吼，船钓的套丢。威望的阿叔，吼，你会当去菜市行，人阿台语啊，你也无聊去阿边开讲啊，问一下讲威望的吼，还是讲，还是讲迄落，来，我来讲，这两包我免落你开1000，吼，你若要当去用炒的吼，恁去菜市啊买就好啊，吼，你免买这种船钓的吼，摕当去炒，这当去用沙，简单炸一下就好啊，然后五米外沙米白醋凊彩你，金龙三四五六七八，来九个人客，来，迄个阿叔，一个，这爱喊大声的吼，来。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人计搞买好不好？你一定要注意听我介绍哦。来，我一包搁送你。这只要一包你吃袂下，袂切袂甜，你都免烦恼。你摕一包来，你今仔买偌济起啊？我后礼拜全部钱拢还你，好，全部钱拢还你啦，好不好？这若存着的，你搁吃袂下，你真的没有套丢可以吃了。一瓶五个人计，四零外你平钱，1500、1800，全部拢免啦，开500了，500块了，500块，来500，先摕钱的啊，一包搁送你500了，5个尔，一瓶5个尔，一瓶5个尔，一包够你啦。500块啦，看你要几买啊？一包过来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一包过来。好啦，无啊，来无啊，没有了，来，这个来，过一个啊。你几个？是安尼，你几个？安尼停，安尼没有了。来，这种个最渣渣的杀掉就好啊，足简单的啊，有够切，有够滴拢搞歹啊。细胞就来，来，钱大啊，走了啊，先分分啊，走了啊。来，这减一包捞一包，捞来吃。来吃的，你先来好吧。三包哦，四包。来，四包。他说我好500的哦。哦，你也知影500的。来，500的哦，收起来。来，提钱。来。
有。好，提钱啊！一千个。来。提钱的，我坐在哦。够有人一千个，就掏钱。恁够有人要食这个酥炸鸡球？这当个用质量钱的做好食，内底有甲你淋一寡软骨啦、软骨，我甲你讲，你有钱你买袂着这啊、哦！一包川家鸡甲算三啊五，这两包七八，卖七八卖五百，先给钱的先赢，三百落，来三百块落啊，三百块落。好的。来，三百有要食酥脆鸡球无？三百块。哎、欸，叫嘉欣来干嘛？嘉欣。哎、欸，嘉欣，请推车十块，推车。我甲你处理落啊。推车十块，伫正中，谢谢你，感谢你的支持。三百够有人要来无？告诉我朋友，都有啊。我接你，我扛来收了，来收过去就好了。来，阿哥来买什么？年轻人而已。还是英语我来买就好。英语。来，阿姐来，我介绍一个好的，好不？来，我相信你伫海山打日本料理，拢冇食过这种物件，哈。啊，我下落你看，你就知道这什么啊？哈。啊，讲真起来哦，海产店有很多都没有这种东西，哈。有当时啊，有当时我离我住遐哦，有当时要食到这哦，嘛是很困难啦，有诶无你卖啦。有的没有在卖，有人知道这什么无？他说你给人家看，水晶鱼，这一只拢十二公分上，伊这有分十二公分、十三公分，我叫这批就是十二公分以上啊！来，你给人家看，银鱼啦，这银鱼吼，这当然就是高级，我给人家就季节整只都可以吃，规只拢会当吃哦。你看清楚，这是个银鱼，好、哦，这个银鱼，好、哦、来，想要吃的人家我来报告，刚才只阿外口，凊彩给你饲起，一定要两百二啊五的吼，咱拢无白吃，咱讲这拢属实，好、哦、来，我先讲。你若要食这个银鱼的人家吼，来，够人想要食这个无？这当然高一寡，加两汉就要煮一下就好啊！哈，卖讲一半二啊五，这两半卖讲五百，来听好哦！来，两个人家吼，我相信应该日本料理较济有这种面。